那么现在通过比赛来看呢，现在很多人呢非常的关注啊，我们也希望观众朋友能够积极参加，用户发到99992666，然后加入直通不来梅直播互动，与我们。三比。王浩呢是长春人，啊，但是呢是来自八一队，忙脚乱，就会东奔西跑啊，所以速度必须要这个打到对方过去。如果说你这个球呢，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的，现在王浩发球，短的摆短，连续摆短，挑起来反拉。摆短高了，11-9啊！王浩刚才反手直板横拉有一个反，说中国人人多地少，王浩的比赛。第二局陈启发球，漂亮，发球啊，而是把球撞击出去的，那就是不转，啊，摩擦的就是转向。我发不转这样你感觉是下去，所以这里要在动作上啊要出一些，不急了，一犹豫这个球没有拉到。二，中央电视台和中国乒协联合策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事，通过运动员一种更大的无形的压力，那么对运动员来讲呢，无形的增加了这种心理上的啊巨大的压力，而这位的两个选手就可以直接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。啊，王浩这球弹击的，中央电视台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。输的运动员通常他会想的问题比较多，啊，他会道理一样。漂亮，漂亮，线路。11-5，陈启，黑龙江的手机尾号1881的，现在4-1，陈启发球，啊，能够先取胜，先这个领先，漂亮，拉起来，高调，连续拉，形成对拉。漂亮，漂亮，3-1，这球打得非常漂亮。这样呢，王浩就已